实力很强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加入理工篮球队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叶教练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是昨天最新的报名调。叶凡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领队。王领队组员，交给赵勇，出击。好的，第二节接近尾声，杨队已经变成了33-33平手。教练，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阵容很难对付叶凡，我建议让楚萧上场，增加我们的疯子。你现在做主攻手。 大家把球全传给他，没问题。听到了没有？明白吗？明白。行啊，叶凡，你一上场就把对面给打懵了。好，出击了。白杨队在调整状态之后，似乎找回了自己的节奏。进攻队进攻，两队都全力以赴，交替进攻中，叶凡频频犯规。 为了对抗叶凡，徐光豪的动作和叶飞的非常大。干嘛呢你？行，这是。我记着。哦，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。面对叶凡的重攻进攻，淮阳队的节奏再次被打乱。呀！来，我们继续来看比赛。现在理工的球权，叶凡拿球，叶凡判决进攻，切入，理工队得分。 比分差距继续拉大，一口飞鹰暴扣保证得分，同时用犯规打乱华阳的节奏，个人实力强，还有防范意识，确实不错。分析的不错，别放下，快，慢点。外头好晕，小宁，小宁，这怎么办？啊！叶凡，队长。 教练，我觉得你让楚萧用这个战术有点……他们请了外援，我用这样的战术怎么了？楚萧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比赛要是赢了，还你们吧。你们翅膀硬了啊，我看看没有我，你们怎么赢这场比赛？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不是各位，教练走了，咱们比分还落后，华阳而战。 不要因为教练走了就失去信心，因为能帮助你们的不是教练，也不是我，而是你们自己，你们自己心中对篮球的信念。